洛杉矶中资企业协会还有美中工商协会第一次联合举办了高尔夫球的联谊赛，吸引了南加州民选官员，还有呢两会会员以及高球好手150多人参加，盛况空前。 对内部的会员，而且社会上的很多的企业家都会来，包括高尔夫球的爱好者。但是我们是本着是友谊第一啊，这个以球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啊。那么奖项是很多。另外，我们那个中资协会的会员单位也非常，支持赞助我们这个活动，其中包括像南方航空公司，中国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赞助了往返的这个机票。 为这个供应商的，还是大家很期待的拿到这个奖项，而且我知道还有这个滑行保险，也有这个一杆金动奖，一辆宝马车。 当然，现在奖品丰富，号召力十足。比赛还邀请到了加州州众议员周本利来开球，与球友呢齐聚一堂。现场赞助商大方秀出50,000元大支票，只要神来一挥啊，一杆进洞就可以把这部宝马环保跑车给开回家。